啊，这是简学运动的，啊，简学运动哈密托尼。那这一章哈，这张最重要的两个算符是这个，这是这一章最重要的两个算符。那这个是我们从这边得到哈，啊，我们得到哈密托尼是等于这个，好，就我们这样定义以后了，啊，那这是从这边来的，啊，从这个算符，啊，从这个 commutator。从这 commutator 我们得到这个，好，然后我们得到状态，啊，从零开头哈，零一二，然后给，然后它破函数，你们事实上是用这个符号，好，你们事实上是用这个符号，对哈，就用这个简写哈，然后如果用事实上符号的话是这个，对，啊，然后再过来是那 s 跟 p 可以是这样子，我如果考的题目说要你们求那 s 平方的某一些状态预期值会不会做？是 s 嘛？对对 ，s 平方会不会做 ？p 平方会不会做？那这一章哈，这是第六章嘛哈？第六章最后一个观念叫做 Heisenberg picture， 这是我们把那个我们算一个物理量预期值哈。那这是等于啊，知道这是差别哈。原先时间在波函数里头，好，原先时间在波函，现在换成怎么样？换成在这算符里头，这样哈。那这是在 t 等于零时刻的波函数。啊，这叫 Heisenberg picture。这两个 A， 啊，那这两个算符是这个。那我在上课的时候特别跟你强调，这个不是指示函数，这是个算符，讲清楚吗？哈，这个算符不是指示函数哈。哦，你们记得，这不是指示函数，这是算符啊，这是符号了。这预期值实变率